那朋友们，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件回卡的啊，这一件其实很多朋友都很难区分得到它是回卡敞口的。我们回卡有这种皮了是吧？其实这个是回卡的水帆上的一个蛮皮，就是蟒皮。这上面这个黄黄的，类似这种黄白黄白的，它是其实就是一个水蟒，种水蟒。就是这个种水蟒的话，加上里面有一些绿飘花啊，这个是种很老的表现，就是开进去黑黑，然后有荧光有杠位的料子啊。那这个料子的话，整体形象的话就是长得有点丑，但是我们接下来要把那个肉质把它剥开看一下，肉质就是把它的品相露出来，然后达到它应有的价值啊。开工，大家学习学习吧，给大家分享啊，学习以后当你遇到这种石头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它到底里面啊开进去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了。来，我们的第一针头啊很重要，就里面到底是什么种啊，化没化，品质到底怎么样，一眼就能看出来了。做大做强，好嘞，我们这个蛮皮啊回卡蟒皮的料子就开好了，我们来欣赏一下它的里面的肉质，里面有很多色花。回卡敞口的话是略多一点啊，但是可以出大件。然后种的话是一个化冰顶啊，还是非常好看的，底子清爽。那这个料子啊，之前的一个比较不好看的一个品相就露出来了，它的一个本质的一个品质啊，清爽，然后飘色花，然后画底啊。 OK， 然后我们下期见吧啊，这一期我们的一个读书经验又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